送这样。对。哎、欸，是吗？对。可是如果这样子的密室游戏里面是真的有僵尸吗？我们就不要交代，不要交代密室游戏，我们就讲就是打僵尸的游戏。那对，那这个是移动，突然间有一种人群恐慌，人群恐慌症。他们都不会有画面吗？会。怎么打？好好打，不要靠我了。我也玩过，是这样吗？是像打地鼠打僵尸吗？不是。像地鼠砍僵尸这样。砍僵尸。对。对，类似。你在这样。然后打你他。你砍都会往那边看、嗯，砍完对，砍完往那边看，然后你会吓到，因为会有个僵尸贴着。他会先跟我对话，对不对？对，他会先跟你对话。对完一阵子，你往那边看，然后你吓到，他每次都干扰我啦。他在哪里？他会贴在玻璃上。对，但是那个是我们下一个才会开啊。对，所以回头之后你吓到，你往后退，然后倒一下身上。倒好。就稍微靠着。所以他玩到这边 game over 嘛，我跟他说你就 game over， 玩到碰到我 game over， 对 game over。那这样子就不见了。对，这样子见，那你转过来继续跟他讲。都是你害我输了啦。那这时候要哪来僵尸？你的手持你可能要往旁边先放下，然后怎么头罩拿掉。再讲话。对，头罩拿掉，然后你可以先讲话，然后边做动作。僵尸是在 VR 的环境里面。对啊，那你就是，干了我那啥的，然后就玩一玩，肚子有点饿，肚子饿了，难道肚子饿？然后我们就接了。就是如果那个玩饭虚拟游戏的时候玩一玩，就可以点拉面来吃，玩一玩饿了就可以点碗拉面来吃，哇，多好啊！像你这种神女，在外边虚拟世界里面。买东西吃，买东西穿，买东西用，买东西玩，好像很方便。卖个购物，丢物，你要给我，因为你要剪到什么布啊？哦，不是要先拍，要拍，那要拍吗？要拍。那可以拍，好拍拍购物。喂。对啊，拍完拍完直接出剪刀。拍完，你说，哎，你苏蕊，去厨房帮我玩。没事，就等一下这样。那我在这边继续玩吗？没有，就到这边，你就可以到回到椅子上。就蛋糕。对，就回到椅子上坐。好，这一颗就到这边结束。好。对，那我们接下来。哦。僵尸。嗯。然后接下一颗我们就会换镜位，然后你就在椅子上来继续后面的那个哦蛋糕，你奶奶蛋糕居然坐上我的蛋糕。小心，他要滑了，不要玩坏道具哦。那这一段我们就坐到椅子那边去。哦，这边就走到后面来。这边都是平台。好。蛋糕看起来怎么样？真的全部在你脸上。都化了，怎么可能在我脸上？我觉得很期待。他怎么化了？谁说你不闻的？哎，快点，我走进来。你要轮到后面哦。嗯，我们轮到后面好不好？我坐哪边？坐这边。对，坐这边。哎，怎么会有蛋糕？哎，你怎么都偷抢好吃的、啊？就是暗恋我的。哎，我怎么塞一口给他？不可能啊。应该要。等一下我们会切。好。等一下我们会变成是有切片。偷抢好吃的。就是暗恋我的小粉丝是吧？毕竟我是电商的，而且听说这个蛋糕，那你快点就塞到嘴巴里了。嗯，别塞。那你快点吃啊！千万不要辜负小女生的心意哈。就真的塞是不是？是。你要？啊！你看，你怎么啊？对，要买真的是不是？不要弄好用，我真的有可能。然后嘞。
现在有压力。嗯。然后就是我的眼睛。毕竟，还好我的眼睛。毕竟你才需要吃吧？你又没有人暗恋，你都不吃饭，没有机会吃到。说什么？说神仙没有人暗恋。你要用 over 吗？是。怎么了？你用到眼睛，说哦，我的眼睛，麻烦戏要继续走下去。可是你现在这样没有完成啊。是。那我知道，你要干。他就是想要再补一条。你不要弄，好，看一下镜头。看一下镜头，看一下镜头，看前面。互抹一下好了，想看再来一下。哎，不可以闪哦，不能闪，低头。天哦，好看镜头。要不是有新闻在拍，我真的是不会放过你。怎么了？我今天不跟女神计较。等一下，我们靠近一点开始，我们靠近一点。小美，好来。小美，有人用我头发，好来。三，再一张，好，三。好 ，OK。看吗？哦，观众朋友们，我的眼睛需要继续演啊！啊，我眼睛来了。啊，对了。哦。哦，小美，她把我头发用了来了。哦。留下来，像话吗？你先不要擦，我觉得他会恶化的。什么叫恶化？病情恶化。是吗？真的啊！你看今天有这么多媒体记者朋友，就是要来看历史性的一刻，就是这个。观众要看的是什么？就是这个。等一下，剧本没有这样写。我写的剧本。没关系，那就是等下看蛋糕在谁手上。等一下。在我手上吗？等一下。我正起来的时候，我还是从里面拿出来，就在我手上。没有啊，我都在玩。我们现在是不是应该？那我们再从这个那个杜尔廷拿蛋糕出来哈，这边再这再走一次来，好，这个你们这边，然后也是蒸馍，要先擦掉哈，要先擦掉是不是？那蒸馍吗？等一下也是蒸，等一下，这个也是擦掉，这个先擦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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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个女生。赶快先擦一下。帮我擦就好了，真配置不需要。嗨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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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然后就看起来这个女的在干嘛？我跟你说是有很多台，好不好？那边有台，那边有台，那边有台。好，黑子，那我们就算从你就是五四三号，你今天回来做，然后他会端蛋糕出来给你，这样。好。嗯。来，再试一遍哦。不能奶油。这个很小，可以哦。来试一遍，来，五四三二。祝你生日快乐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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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是是是是，过来了！你不要过来，可惜了！你先，你蛋糕给钟成汉拿好不好？照他就好了，你可以演他了，快点。我演啊，可以演，可以演。我刚刚有看他，我不能看。那你可以站在旁边吗？你先不要过来，我真的吗？我，你们等一下还会要我们合照，对不对？对。你们真的很坏。哦，你去那边啊！好了好了，交换位置。哎，你被画成这样的感想是什么？啊，太恐怖！等一下，我不行了。哎，我真的不能，我不能他太近哎，我不能跟他太近哦。所以不能跟你抱一个吗？不行。我觉得有点好，那我们先拍照好了，其他的等下再说。这是我。是我吗？好好，我们是不是要先拍照？对，先拍，那我们来做一个合照哦。来，哎、欸，那个，我们上，上去，好，那长蛋糕低一点。对对对对对对，好好好好 ，OK。看一下镜头。好，看这边哦。看哪边？看哪边？好，来这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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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二三。妹子有点，妹子有点害怕。你的表情，你跟陈汉一起端着蛋糕好了。好。好。哦、不要看上次，不要看，不要看，不要看。好，来，二三，好，佩慈不动哦。上次我们换，换到这，你不要动，眼睛闭起来就好，眼睛闭起来就好。来，上次我换个位置，我换到佩慈旁边。你还是多看几次会痛。你弄对了。佩慈是你的生日蛋糕哎、欸。对啊，那个是你拿吧，是你。好，我自己拿。哦、oh, ，sorry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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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我不是怕你本人，对不起，我没有，我只是怕你的妆。你看，好好，我可以。哎呀，你不能突然吓我。对，不会。佩慈，你不要回头，佩慈不要回头。对，你看我就好，你看我就好。看前面，佩慈看前面。好。这是什么神？好来，二三，等一下，那个上次我们可以手，右手。右手，没右手，没右手。佩慈，你不要往右手。对，佩慈不要回头。对对对，要那个要抓他。对对对对，好，来，二这边哦。你不要回头，给我五秒，好，给五秒，二，三，四，好，好，来，蛋糕低一点，好 ，OK， 来，二，三，再一张哦，好，二，三，好，我们先休息一下，我们先休息一下，来，等一下，陈汉，佩慈，我们两个人，在你们两个人，对，佩慈要擦一下汗。帮妹子压一下，我要点面子。那个化妆师帮弄一下。吓出一身，吓出一身冷汗。不行啊，我刚才看过你，我现在。
低一点点，好，好，两个靠近一点点，好，来，二三，再一张哦。我替声音哭，吓了一身冷汗。好，来，二三，来，这边哦，这边来一个。好。开始这边，这边。因为他眼角余光又瞄到了，又瞄到了他。我会不会最后可以拥抱他？可以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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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会不会闭着哎？眼睛闭着拥抱。他可能会说，他可能会说不是今天，可能是明年。还是你跟他握个手？抱抱你。那蛋糕怎么办？蛋糕他拿。蛋糕我帮你拿。那你们抬头要怎么下？好难哦。丧尸拥抱。与丧尸的拥抱。敢吗？在一起跟上，我觉得你敢，我就敢。跟上司，我觉得你敢，我就敢。我是真的很激情，肯定敢的。我肯定敢的，拥抱而已嘛。对啊。他身上黏黏，他身上黏黏，他身上黏黏哦。他起，压碰到了，这个。这样我敢。怎么办？怎么办来着？那怎么办？把背放中间。哎、欸，你要佩斯再靠近一点点，佩斯我们再靠近一点点。那我等下抱他、啊。对对对，没有，现在先我先拍一张那个。但其实也不能太抱啊，因为他身上血腥的，哎，血腥的，有一些液体在身上，只是血腥的。这是糖浆，上次只是太可怕了。好，那佩斯就是害怕的表情，然后旁边一点点，对对对，然后现在是那个陈汉跟。上司在一起就好了。好的，上司在一起就好。什么时候到边去了？我心碎，这样。心碎是好，来，二三，来一张，好，二三，好 ，OK。哎呦我的！你不是说你已经克服了吗？可以吗？好，又来到他了，他脸换，有脸换，你要祝我生日快乐。他主持人不是你行为举止，你不要那么像上司，就不会那么可怕了。你看恢复的脚本，你看他声音很温柔哎。后面还要掉那带得到，带得到。那你要祝我生日快乐吗？我要怎么祝你生日快乐？那你唱生日快乐给我听好了。史上最惊悚的生日快乐。我走音。哎，不能这样抱抱他，对不对？嗯，不想你听的音色。好，我可以，可以吓到上司。已经接受了。帮我端着蛋糕。嗯看得到吗？啊，看不到吗？你小心，小心。看不到。哦，好。那个两边就是小心。他看不到。哇，等一下，我来，上次往左边，你们左边。左边，陈汉也要哦。陈汉。对。那也一边吗？哎，不用。这样就好，这样好。你是寿星在那边。好，下一个拍照，来。好，来。哎，来，拍照，好。二三，好 ，OK。谢谢，那我们电子蛋糕可以先放。上司可以先休息了吗？上司可以休息了吗？需要拿药吧？有特别的药那个吗？好，三个一起。哦，他们是两个就好。上司休息，休息了，上司休息一下。来，扛野兽，扛野兽来了吗？小心，我手上注意。来看电视哦，小心哦，来。生日快乐！你今晚定了吗？定了。来，不要看，不要看。来，我就好，我就好。
好又好一点嘛，又好一点。等一下有点好，我们要帮你拿吗？哦，没关系。对，就是今天这个生日惊喜。其实因为就是生日的时候遇到拍戏，就会知道说如果就感觉不会，我现在还是陈汉要先讲，你先讲。知道说今天有这个惊喜啊？你什么时候知道的？今天知道。那所以你本来没有要准备惊喜给我。好了，我其实有猜到说搞不好会就是有一个惊喜或什么的，但是因为我生日当天剧组是放假的，然后刚刚那个副导说要再一次的时候，我就觉得然后我有猜到说是不是要给我惊喜，可我没有猜到是上次一起搬出来，所以我现在有一点那个，我是真的有点吓到，我现在全身都是热的，然后有点流汗，就太紧张，我现在紧张跟惊吓的那个心情大过于被庆生的喜悦，惊魂未定，害怕多过于喜悦，就是会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，手不要抖，因为我长大之后就不太看鬼片子，就是那个画面如果真的太近，我会一直，我一个礼拜会不敢看镜子了。然后上次我们刚刚去上课，看《失速列车》，我有看，有看，对。但是失速，它比《失速列车》恐怖啊，你们不觉得吗？他是在那边挠疼哎，《失速列车》没有吧？我记得。你刚才有眼神接触吗？我实在是不太敢。失速列车里面的确没有那么恐怖啊。对啊。失速列车里面就是一些，它感觉被炸过的，像那个，就像茶叶蛋。然后那个蛋白，然后眼睛有一边也像蛋白。对啊，所以你看起来都很镇定，都不害怕。其实我刚刚在那边跟他近距离的时候，我倒退了两步，就像拿蛋糕的时候。他说跟他一起唱生日快乐，我心里面有一种。真的你刚出来有唱吗？有啊，我有唱歌哎。你看吧，我什么都没有听到，他魂都飞了。我太害怕了。那因为明天生日，所以有没有什么生日愿望？生日愿望虽然少给我讲什么世界和平吗？当然不会，那我希望，但是那个第一个愿望，我说真的就是，我真的很希望就是，我们现在这部星期在一起就好了，可以有非常非常好的成绩。然后第二个就是，第三个不能讲出来，那我第二个，好。第二个就是，我在想很老梗哎，没办法。第二个我就是希望我明年真的可以谈恋爱，不行，每次都想谈恋爱。我希望我明年真的可以长高一点，睡醒后长高5公分，可以发片。然后最后一个，好了，我是一个很老套的人。谢谢，继续玩嘞。好，那陈汉有没有什么，就是合作到现在，觉得彼此跟你合作的怎么样？我觉得很开心啊，她是一个，有点傻大姐个性的女孩，是女孩。我说你是女孩，没有人开心。还好是不是？不是就女孩吗？就很单纯的一个女生啊。我觉得跟她一起工作还蛮，很多的状况都是很自然的发生。就是不会，他不是一个做作的人，对吧？谁？你觉得谁做的？他今天好奇怪哦，他平常不是这样，而且他在镜头底下是一个很三八的人。多三八，模仿一下。就是他会，我现在压力好大。因为老僵尸已经走了，我哪有严肃？没有。他平常就是现在的活泼。比平常好好讲啊！现在平常比现在活泼10倍，大概5倍，有，真的有，而且他是会，他就是会很那个，要怎么形容啊？会欺负你吗？他是会讲笑话吗？还是会搞笑？他静不下来，然后他就是会，经过你在那边，就是会不知道要怎么讲他这个人就是。不知道讲他怎么讲到这个人，现在大家就是他每次呢在镜头前面，他好像都很冷静啊，然后就是要很就是一个很好看的样子。他
他不是故意要好看，但他就是。什么？直接就这样子。你不是说我喜欢弄的吗？我是为了大家，就是我觉得这些可爱的画面啊。啊！我今天搞得我，反正他平常是不这样，他平常是一个很不要这样烦。他平常是一个很活泼的一个，对不对？具体的形容你们可以看幕后花絮。幕后花絮应该蛮精彩的。没有，就拍摄现场，就有的时候就觉得大家都很累啊，可是又想要放松一下，放松一下，觉得可能我会有点，有的时候就是演这边啊，然后他就会看那边，就会觉得我很幼稚之类的。他可能自己一个人在放空，我就会一直这样。哎，对，就是他都不让我有一个人独处的空间。然后或者是从背后一直这样。很烦呐、啊，然后呢？他就是他讲话，你如果没有回应他，他就表现出很失落的样子。可是呢，当我的那个讲话欲望被他点起来之后，他当我一直跟他讲话，他有时候又会就是又会回复到男神一样。所以这个人真的还蛮多磨合定的。哦，可是他有很好的地方，就是他会像爸爸跟哥哥一样叮咛我们一些养生的常识啦，把把脉啦，然后练练功啊。把把脉我倒是没有了。就是他会介绍你去好的中医，或者是。跟你一起讨论说，哎、欸，你身体到底怎么样？然后，因为我可能我最近哪里不舒服，然后他就会，每天就是都会真的几乎每天都说，啊，你今天身体那个不舒服。不是因为我很会谁谁的，他就是可能要吃一些有什么反正不好的东西，我就跟他说，哎、欸，这个不好，这个不要。对。然后我就开始一直念，那他的同事要去帮他买，我说不准。因为我是一个奶茶控嘛，然后呢，我每天早餐一定要喝奶茶，我才觉得今天的一天有开始。然后有一次就是不巧就被他发现，他说你刚说你要喝什么？我说奶茶怎么了？他说那种东西很不好。然后就是后来就是我要想要喝类似的东西，我都要偷偷摸摸的，就是跟工作人员说。所以跟我开始很痛苦吗？其实也还好。你现在是不是想要跟大家说跟我拍戏很痛苦？你现在还好，不你太，我不要让你那个。哎、欸，上次过去了，背面还好，有啊，比较习惯。好可怕、哦。那我再问最后一个问题，因为这一次其实拍这种上去有结合一个新的科技，就是 LINE， 对不对？那对演员来讲，对你们来讲，就是因为它有八个镜头，所以对你们的挑战是什么？就是一直在看着流星锤表演，就是镜头像流星锤。嗯，我是觉得对我而言没有差哎、欸。嗯，我觉得他就是，我就是把它当成一颗镜头在演。可是每次去看回放的时候，我才会发现，哎呦喂，就是我像我刚刚有一场戏是我们在拍 opening， 好像是 opening， 然后我就是要去捉弄他、啊，弄他的鼻子啊、五官什么的。结果呢，因为通常镜头如果是从你前面拍，你不会觉得你脚被拍到。可是我刚刚去看回放的时候，我才发现我脚在那边碎动，然后就被拍进去。因为360度全部都拍得到。你真的要小心，因为就是它无孔不入，所以就可能表演的状态要跟在里面。平常就很在里面啊，我跟你说，我还在流汗，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子的？就是要很专注。嗯，那陈汉呢？对你完全都没有。我觉得没有不一样，只是镜头它就是更广，就等于是它有连同天花板、地板所有的一切都会全部有，所以要更仔细、更精准一点，就是对表演的话。那这次因为戏里面有戴那个 VR 眼镜玩游戏嘛，那两人对 VR 眼镜的游戏的感觉是什么？玩起来的感觉？就是你其实我之前就有带过，但是我不是玩游戏，我是看东西。然后我就发现，就是它真的还蛮敏感的，因为其实你很习惯是，你看东西已经是平面的嘛，但是一戴上那个一动，或者是你真的是那个，就是旁人看这个人在用 VR 的时候，会觉得哎、欸，他是不是精神有点问题？因为那个动作是有点。就是你好像在找什么一样，但是其实你真的在里面的时候，你是真的可以。哎，我到时候是怎么看的？是真的稍微移一下位置，我就可以360度。所以那个感觉真的是，我其实觉得那个没有体验过，还蛮难想象。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真的有机会，
不仅拿来玩游戏吧，可能就是连看戏，像我们这次在一起又好有结合，就觉得我自己都蛮想看的。好，谢谢两位，谢谢。哎，都没有切蛋糕，这是你吗？你觉得？还抱一个寿桃哦。对啊，是我吧？应该是我吧？你看，真的有被吓到哦，丧尸。你看起来很 man， 真的不像我。想不到你是什么。会啊，而且还有流汤哎。对，还有流汤。他刚刚还有一个血丝在外面。没有，我靠近他。因为我没有分子系统。黏糊糊的。大家都说你生日快乐。谢谢，谢谢大家。我在看这个。把我做的公仔，对啊，像吗？身材做蛮好的。哪里身材？就是你们知道的。有啊。哪里？我不说，我想切蛋糕。有啊，胸部很大。没那么胖平。好了 ，OK 啦。要能达到你想要的标准。这是谁做的、啊？我想知道这是谁做的。蛋糕店的老板是谁定的？这个有蛋糕店满意的答案吗？有满意的部位吗？就是胸部。对啊，还蛮满意就对了。我都不知道我今年生日会不会切到蛋糕哎、欸。要切一刀，我只能切一刀。赶快把你的头切掉。老公也是在桃园，有时间吗？有时间吗？还有，先用，对，我们等一下会过去那边拍个十秒，就是你们之前拍的短十秒，然后再过来访问，大家一起看。刚刚有丧尸的，祝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你生日是钟成翰，我生日已经过完了，七月份已经过了。哦，谢谢。七月都过了，但是还是有僵尸。啊，那僵尸太可怕了。这样小朋友能看吗？他会出现在戏里吗？不会，对。他出现在那个外国的那个 VR。他说他花了4小时化妆。就是你如果有那个 VR 的设备就可以看到它。那如果小朋友拿来看，就是要哭吧？是不是找妈妈？应该是找妈妈。还在抖啦！你还在抖，还在惊魂未定啊！我们看先吧，因为五分钟后过去等一下。先问，他那边要5分钟。5分钟。拜拜了，好，拜拜。要拜拜了。谢谢大家，拜拜，记得收看哦，在一起就好。记得收看，好，讲一下播出时间好了。对，11月12号哦，预备欢乐台。我讲，11月12号 TVBS 欢乐台，每周六晚上10点，记得要收看，在一起就好。网络上看得到吗？我们相亲请锁定，在一起就好。